哎呀，谁呀？干嘛？你听着我干嘛？大姐，不好意思啊。哎，你在这搞什么？脱什么衣服啊？我换一下衣服，正好你在这里，帮我挡着一点啊。哎呀，这里可公司，你注意点呀，后面还有人呢，人来人往的。我知道的，我也是没办法呀，我是在换一下衣服，而且我不是穿了打底的吗？穿了打底，但是你肚子还在外面露着呀。三天穿好了，你帮我看着点人。哎，你怎么在家里换好，在公司换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结婚了，我家里面的老公很小气，我但凡穿得好看一点、显瘦点，他都不让我出门，我只能穿打底出来换。这样子啊？嗯。不是我老公怎么管我？啊？奇怪。你老公不管你的吗？不管啊。我以为每个男人都是这样的。不是的，那可能是你老公格局太小了。我跟你说，他也不是格局小吧，他可能是太爱我了呗。那我穿太好看被别人拐走了呀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肚子大胯宽吗？这样穿着还蛮显瘦的。主要是我上这条裤子把我的大肚子全部都遮盖住了。哦，能遮肚子啊？嗯，那你把它脱下来给我试试呗。你看我这个肚子大屁股肥，我也想遮一下。你多少斤啊？180多点哎呀。你这样穿这种裙子显得肚子更大。来，我这边刚好还有一套，是我身上同款，我能穿你肯定也能够穿，我们的体重差不多。哎，穿上相互了。嗯，那行吧，那我就试试，你帮我买着点啊。好。哇，这件裤子还挺舒服的呀，美女，加绒加厚的，我穿上去我感觉一点都不显我臃肿，而且弹性也大也不紧，微喇的裤裙还挺能修饰我腿型的，主要是这个腰头啊做得特别的高，我这大肚子也总算有救了。你看我这样穿着还像180斤的人吧，就像120斤一样。怎么会像180斤？比刚才强很多。哎，嗯，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么舒服的裤子，你在哪里买的？贵不贵啊？就在下面小王生呀。这条裤子加绒加厚的才69.9。哇，这么便宜啊。